这片环境弄得不错呀，花园弄得不赖。过去半个月了，八一建军节的时候，然后这个领说让领这个油米面的也没顾上领。今天歇班，父母让我领。操，今天这天够热的，关键是骑着自行车也没啥气儿。哎呦我，本身我又沉。加上米这油，自行车带都快扁了。哎呀，这可真热，我靠，衣裳全给它湿透了。哎呦喂，这衣裳，那后背估计也湿了。哎呦，主要是这衣裳时间长了掉色了，一出汗上面特别明显。哎呦，这个自行车也不好骑，前带后带都没啥气儿。哎呦，领了点米，领了点面，还有一壶油。哎，总算回来了。